在本视频中，您将学会单手侧传球。外线的球员在被对方严密防守的时候，侧传球是一个非常有用的技巧。单手侧传球的技巧分为三个步骤完成：移动脚步、伸手绕过防守方、出手传球。第一，移动脚步。摆好基本站立姿势，中枢脚保持不动，另一只脚向外移动，用来挡住防守方。这里您还可以做一个假动作，故意先往另一边打开更多的传球空间，为传球创造便利条件。根据当时的情况，您可以选择移动哪条腿。第二，伸手绕过防守方。您的哪一条腿移动，您就将您的球往同样的方向移动，手臂向一边伸直，高度约在您的胯部或者防守方的手臂下方。第三，出手传球。用单手将球向前传出去，您的腕部需要用力给球一个加速度。您可以直接传球或者基地传球。为了避免被对方截球，您可以做同样的动作，但是换一条腿做中枢脚。您的一条腿迈向防守方的外侧，背对着防守方来保护手中的球。接下来手臂和手部做同样的传球动作。单手侧传球要求速度快，技术熟练，因此请多花一些时间来练习这个技巧，不要轻易放弃。现在您就学会单手侧传球的技巧了。少年关注更多福利。